来，把衣服脱了。什么？我小看姑爷了。哈哈，不就是脱衣服吗？行，我脱。大哥，你转个头啊！啊？哎，行，看看看，随便看。 什么破衣服啊，这么难解，这什么材质啊，怎么解不开呀？我来帮你吧。哎，别着急，别动，衣服有问题。小心，不是我在动，是嫁衣在动。 没事吧你啊，陆大师，这大白天落井下石，欺侮我们家等等干什么呀？二爹，别瞎说，这嫁衣有问题，颜色都变了。呀，恐怕是利用嫁衣在吸取人气。看来你早就被盯上了。阿欣，先生，把刚刚出事的人抬上来一个。好。 那个灵族吸走了他的意识和精气，还给他下了某种毒，所以他才会变得垂老失智，像个怪物一样。这什么东西？我们必须尽快抓到这个灵族，并处理掉他，否则不出一日，他便会衰老而死。 要说这些债主出事儿和师傅你的嫁衣有关，那也不对呀。这没人碰过你的嫁衣啊。他们是没有碰过我的嫁衣，不过都碰过另外一样东西。妖精，我也有一条，布老板送我的，我一直忙，我给忘了。我去取。 这么说来，嫁衣和妖精都是因为吸了我们的精气才变了色。可是为什么，他们只是带了布老板的小物件，都变成怪物了，而我穿了一整天的嫁衣，却没事儿呢？